fashiontimes.hk。Hello， 欢迎翻到嚟 Pick Part 乐坛嘅时间啦，又到我发阿峰嘅时间啦。首先咧，我要多谢货金。我上个星期收到个货金话请我睇 Bo is Afraid 嘅，其实我系完全冇印象，我究竟上星期讲咗啲乜嘢？我系咪有讲我想睇 Bo is Afraid 啊？可能系，应该系啩？我应该上个星期喺度头嗰廿几分钟未讲正题嘅时候，就系咁喺度讲我想睇啲咩戏，好似系。所以多谢货金睇咗《Bo is Afraid》啦。我转头，因为我睇咗几套戏啊，咁我唔会讲得好详细啦。我转头应该就会简评下我睇嘅三套戏。难得我过咗咁充实嘅日子啊！你知即系我不嬲都话我嘅生活系好乏味噶啦，即系我除咗做嘢、翻工、放工，即系我嘅翻工、放工都仲要成日系喺屋企嗰度翻工、放工添。同埋系咯，我除咗做嘢同埋做嘢之外，我系好少有做其他嘢嘅。我有少少，我覺得咧係因為慣咗咧，舊年咧咩地方都去唔到，即係又出唔到去餐廳食飯啊，又去唔到睇表演啊，呢樣嗰樣之後咧，就好似養成咗個乜嘢都唔做嘅習慣咯，即係好似係我人生好似好苦悶咁樣。咁我難得地過咗好充實嘅一日咧，咁就終於有啲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就唔係嘻嘻嗨嗨咁個個禮拜都淨係翻工放工，係同埋所以真係非常之多謝貨金。哇！我又病咗啦，我上兩個禮拜先至啱啱病完，跟住咧好翻啦。跟住我覺得我病嗰一次咧，應該係同老闆病嗰一次差唔多時間嚟嘅，即係好似我嗰次係做完。即係去完 sit down comedy 之後，第二日就開始病病地，跟住老闆又係咯喎，老闆又病咯喎，所以我應該唔知邊個傳染邊個啦，我哋交叉感染啊，可能就係、是。跟住咧，我明明好翻咗噶咯喎，跟住點知到上個禮拜六就係即係全港戲院日嗰一日啦。咁我上個禮拜做節目嘅時候，就上個禮拜四啦，我而家都係禮拜四嚟嘅。咁我上個禮拜四做節目嘅時候係身體非常健康噶嘛，跟住點知到禮拜六嘅時候咧，我朝早開始就打乞嗤啦，跟住可能唔知係咪因為跟住仲有其中中間睇有一場戲，就個冷氣好凍，跟住唔知係咪咁樣再攝一攝塵咧，跟住就又流曬鼻水咁樣樣啦，跟住有啲咳啦，跟住然後我又覺得我自己差不多好翻嘅時候。跟住昨晚回去拍廣告公司咧，跟住原來公司都係好多人都病咗啊！跟住經過一晚嘅交叉感染之後咧，我覺得我今日咧又再病翻啦，即係又再嚴重翻少少。但係即係其實都唔係話好嚴重嘅，只不過係有啲痰啊，有啲鼻水啊，有少少咳咁樣樣啦。所以咧就因為我有咳啊。我主要就是因為我咳，我其實昨晚咧本來諗住廣告公司，我好過分啊！我喺度，你下個禮拜就會睇到我喺度逼七叔嗰邊拍快啲嘅嘅對話啦。我就翻到去就喺度同七叔講話，可唔可以九點就拍完？我哋今日個劇本得一板紙啫，我哋可唔可以九點拍完？跟住七叔話：你要趕時間，你趕去邊？跟住我話。因為我想昨晚看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咁因為大埔嘅最拉尾嗰場係10:30咁樣啦，咁所以如果昨晚九點可以完到嘅話咧，咁我就可以趕得切翻嚟睇戲啦。咁但係足之當然係冇完到啦。咁所以跟住我本來諗過今朝起身就去睇早場啦。
但因為我今天好像咳得嚴重過昨天，我費事，我怕即係我怕我看戲的時候我很憎人影響到我，那我都不想影響到其他人，即係我費事看得是咳咁樣，所以我都是唯有等多幾日啦，等到我咳完之後才好去看戲啦，費事嘈到人啦睇戲嘅時候，同埋始終好似而家啲人都仲係處於好防疫嘅狀態咧，因為我又唔係話 non-stop 咁 keep 住咳喎，只不過係有時咧有啲痰嘅時候咧就會咳啦，咁我驚即係嚇親嗰啲好防疫嗰啲人啦，咁所以就。唉，算啦，我忍多幾日啦。咁反正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唔等都等咗咁耐啦，即係因為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係我最中意睇嘅 Avengers 戲。我覺得佢有少少唔似其他嘅 Avengers 戲，即係好無聊。我最中意嘅 superhero 係 Rocket 啊。又唔緊要啦，我諗可能下個。因為跟住我幾日都唔係好得閒，咁就應該可能禮拜一去睇早場，或者禮拜二睇下。禮拜二應該平少少，或者等到下個禮拜二先去睇咁樣咯。因為我而家我除咗嘉禾嘅會員之外，我仲 join 埋呢個 MCL 嘅會員，咁我會去或者下個，因為 MCL 其實佢個平飛都係貴過嘉禾嘅，咁但係。如果我星期三都是要拍廣告公司的話，那我都是唯有星期二去看，那我下個星期二去看。不過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就真的沒什麼好說，我都即看完我都不會在節目說。是的，那我跟進回就上星期我在那裡嘻嘻嘻嘻樣在那裡投訴，在那裡發牢騷發了個半個小時，在那裡買不到戲票之後，總之我那天我那晚我到黃昏的時候，因為其實我上個禮拜錄完節目之後我是放棄了的，放棄了幾個小時，跟住我在度諗翻，即我都是自己一個人看啫，咁唔緊要啦，即係應該即係點都有啲單定位靜嘅，咁所以總之我到嗰晚就買到兩套戲起飛啦，我嗰晚就買了大部睇，因為我就係我講咗我想睇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啦，咁跟住我就買咗嗰套，咁跟住大埔又冇乜太多其他戲睇啦，即係例如命案咁我又睇咗啦，咁跟住我就諗啊，咁30蚊咁就試夠彈啦，我就買4C44/44 ，which 我本來真係冇乜期望，亦都冇話特別好想睇，不過。跟住我就覺得，反正我出開去咁就睇到一套，因為嗰個時間又啱啱好接到咁樣樣咧。咁跟住再晏多少少咧，跟住就收到個上個禮拜五，因為老闆病咗都，咁佢就冇寫劇本，即係佢攰，咁就冇寫劇本啦。咁所以上個禮拜五晚咧劇組就放咗假啦。咁我都有喺。我又在我的 Facebook 同埋喺 group 嗰度都有講過，咁就上個禮拜五放咗假，咁所以我一知道禮拜五會放，禮拜五晚劇組放假咧，咁我就即刻，跟住我就即刻覺得，哦、好啦，咁就出咗太好啦，咁我就可以日頭即係我就可以出市區去睇《Bo Is Afraid》啦，因為《Bo Is Afraid》咧，即係除咗百老匯電影中心之外咧 ，which。我真的很少去啦，即係佢嗰個位置，我對我嚟講，我覺得有少少唔就腳，即係我都係即係我平時除咗喺大埔睇戲之外，我就可能一係沙田啊、九龍塘啊或者尖沙咀嗰啲火車沿線嘅地方睇戲嘅，咁所以咁但係。因為又一城同埋 K11好似都係有做，因為其實《Bo Is Afraid》係真係好少場次嘅，佢啲場次同埋好多都係即係朝早或者夜晚嗰啲啦，跟住仲要佢係好多都係佢主要都係喺嗰啲貴嗰啲院嗰度做啦，我唔知係咪上個禮拜其實我有講過，所以先會收到個貨金，咁就所以就一路都。
未睇啦，咁但係跟住一收到嗰個放假嘅消息，就即刻買咗《Bo is Afraid》嘅戲飛睇啦，就係禮拜六朝早嘅10:30咁樣樣，咁就去咗睇《Bo is Afraid》啦。咁出咗去 K11 Art House 啦，我想講咧 K11 Museum 係咪咁讀噶嗰個商場個名？我其實入過去嗰個商場兩次啫，但我兩次咧都係一入到去，即我唔知係咪因為嗰陣。佢有嗰個好濃嗰個香水味咧，我入去兩次，我兩次都係好快就覺得頭痛頭暈咯，即係 within 10 minutes 我就覺得頭痛頭暈咁樣樣咯。咁就非常之好彩 ，at least 戲院裡面係冇嗰陣味嘅，咁所以睇戲嘅時候係舒適嘅。但係嗰個商場真係，我覺得嗰個商場係好靚噶，即係雖然佢有嗰個好 scary 嗰、那個。好似蛇咁嘅樣，嗰個中間嗰個盤旋嗰個位，即係如果你唔覺得好邪門嘅話 ，in a way 嗰個我都覺得好 artistic 幾靚咁樣樣。但係總之我兩次入去嗰個商場我都覺得好唔舒服。一次我係入去有嘢要買，咁即係買化妝品，跟住嗰間嗰度個分店對我嚟講順路啲，所以我就入咗去。跟住咁啱啱呢一次就因為要睇《Bo is Afraid》啦，咁所以就入咗去嗰個商場。我真係我係超擔心，我入咗去我都即係我行緊去戲院嘅時候，即係我有 walk around， 即係啲鋪頭未開啦，咁我 walk around 少少嘅時候，跟住我好快已經覺得好頭暈同埋好頭痛咁樣，跟住我就所以衝入戲院坐咁樣啦。咁我本來咧上星期咧我就出咗 post， 我都出咗 post 去簡評。嗰三套我睇咗嘅戲噶啦，咁不過既然我今日節目唔係好知，我冇諗特別乜嘢題目講咁樣樣，咁我不如就今日節目就講下幾套戲啦，而且我又啱啱收到請我睇戲嘅報金，多謝多謝。咁係啦，咁但係我本來就話我唔會講《Bo is Afraid》，好啦，我講大話，我決定都係講少少。但其實我又好擔心啦，因為我係覺得好難用言語去好好 explain 呢套戲講得佢好睇，因為對我嚟講咧，我就覺得係好好睇，好好睇但係咧，因為其實咧，我亦都有睇過啲 critics 嗰啲 scores 啊，佢個。評分其實是很極端的我亦都我看完之後我都理解到都真是一套你 either 會很喜歡或者是很不喜歡的一套戲來的那套戲是看得不舒服的即你首先你第一件事即如果你 if you're trying to decide 你究竟想看還是不想看的話呢套戲是一套不舒服的戲嚟嘅，即係你唔，佢算是黑色幽默少少，其實都不是很幽默，即係黑色幽默的但是可能不同人看到的感覺會不同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做得好好的一點就是咁套戲就叫《Bo is Afraid》啦。咁 Bo 就是主角啦，就是Joaquin Phoenix 做的叫布的呢個中年男人咁樣樣咯，咁佢係一個好 mild mannered， 好陰即係好温柔、好陰聲細氣嗰種人。跟住套戲一開波嘅時候就係佢喺度見緊佢嘅心理醫生，跟住佢就係一個對所有嘢。都是很緊張和很害怕的一個人和很擔心所有事的人而那套戲的氣氛是會令到你很進入到他的那個世界很進入到他那種很緊張他經常都是很有 anxiety 很有種有少少窒息感嘅，其實嗰套戲，因為佢就係對於世界上嘅所有嘢，佢都係好驚同好擔心。即係 for example， 其中一樣即係點樣，佢係一個擔心到點嘅地步嘅人咧，就係例如
醫生就開咗隻新藥俾佢，跟住就嗌佢啊，你記住一定要飲水嘅時候，即係食藥嘅話一定要飲水啊，你唔可以就咁齋吞咗佢咁樣樣啦。跟住到佢食藥嘅時候咧，因為佢忽然喺屋企冇水啊，跟住佢就好 panic 啦，佢就即刻上網喺度睇，如果我 take 咗呢一個藥 without water 嘅話，我會有啲乜嘢事啊，成啊咁樣樣。佢係嗰種超級擔心嘅人啦，而嗰套戲係完全能夠將你即係觀眾放入佢呢一個好緊張，個人好 anxious 嘅一個狀態咁。而且套戲是三個鐘頭啦，咁所以你其實嗰套戲某程度上係叫做好似發一個三個鐘頭嘅噩夢咁樣，但係佢係處理得好好，同埋如果你話套戲嘅故事即係好係咁已經講一講套戲嘅故事啦，咁其實都唔可以講太多，其實因為要乜就劇透，因為嘅個故事嚟講咧。都先至聲明，如果你會睇想睇聽完之後想睇呢套戲，你唔可以太嘗試去解釋套戲裡面嘅每一個部分，你唔可以 overthink 套戲，因為好多嘢係可能有啲好似唔 make sense 咁啦，又或者有啲地方好跳啦，有啲地方。你就係解釋唔到，你會分唔到嗰個究竟係現實啊，定係點？即有乜可能現實裡面會發生咁多咁噩夢式嘅事情咧？咁就所以係唔可以，即唔可以每一個 detail 你都去嘗試 make sense of it。咁就我覺得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有啲人好討厭呢套戲嘅原因啦，因為我都有睇過嗰啲。好討厭呢套戲嗰啲 critic 嘅分數同埋即係嗰個解釋。咁其實呢套戲就係講咁阿 Bo 就係乜嘢都驚嘅人啦。其實個故事即係個框架就好簡單嘅，某程度上就係佢係一個乜嘢都驚嘅人啦。咁佢係一個佢算係一個 mommy's boy， 即係算係一個羣腳仔咁樣樣啦。咁但係佢嘅羣腳仔係有某程度上係因為佢阿媽。是一個很 possessive 的人，他媽媽是一個很 controlling， 他就是他媽媽的世界的一個人，跟住然後他媽媽也都有即是怎樣 guilt trip 究竟中文是什麼 guilt trip 的，即是令到阿布很有罪，對於阿媽很有罪惡感咁樣樣，即係佢會成日講一啲，即係個阿媽就係好 passive aggressive 咁樣啦。咁總之一開波咧就係、是、第二嗰開波嘅時候就係波要去翻去探佢阿媽，就話嗰日係佢爸爸嘅死忌嚟嘅，咁佢就需要翻去探佢阿媽啦。咁跟住但係因為喺呢套戲裡面就係、是。basically， 煲嘅 everything goes wrong， 咁佢就所有嘢都係好唔順利，無論佢做乜嘢嘢都係唔順利咁樣樣嘅。咁佢就一開始咁就去咁第二日就要翻去揾阿媽啦。咁但係因為種種各種各樣嘅原因咧，咁佢就冇辦法出到去，冇辦法翻佢阿媽度啦。咁但係其實，佢心底裏佢係都係好驚去翻去見佢阿媽呢件事嘅，咁總之跟住佢就打電話同我阿媽講話，我冇辦法翻嚟啦，因為點點點點點樣發生咗呢啲事，跟住佢阿媽就嬲啦，咁但係咧佢就即係佢阿媽就係嗰啲好 passive aggressive 嗰啲喎，哦咁啊咁。It's fine 咁樣樣，即係跟住我 I have to go now 咁收佢線，即係都係令到想即係嗰個 purpose 都係要令到 Bo 感覺到有罪惡感。咁跟住，總之到第二日 ，Bo 就收到佢阿媽嘅死訊啦，跟住佢就要翻去佢阿媽屋企嗰度去參加佢嘅葬禮。
咁就 on the way home， 即其實套戲主要就係佢翻屋企嗰一程嗰個路程啦。咁佢就係不斷遇上唔同嘅障礙，因為每一件事 what can go wrong will go wrong。咁佢就所有事情都係錯住咁樣樣，跟住佢就好幾經辛苦先至翻到屋企。咁但係我就唔講個結局啦。咁但係中間就係、是。真係有個噩夢嚟嘅，即係你會有好多好 unexpected， 你想象唔到原來嗰套戲佢嗰個故事，跟住下一秒會發生啲咩事啊，成啊咁樣樣。咁好 trippy 啦，即係套戲，同埋係好 heavy 下嘅。咁個故事係。即係嗰個故事嗰、那個主軸嗰、那個其實就係講緊父母同埋子女嘅關係咁啦。咁當然最大嘅呢套戲裡面最大嘅嗰個關係位就係 Bo 同埋佢媽媽，因為佢媽媽就係一個好佔有欲好強嘅人，咁佢媽媽亦都係一個好勁嘅，即係一個商人啦。跟住，然後佢媽媽嘅世界就係全部都係佢。咁呢個媽媽就係一個好 protective， 但亦都好 possessive 嘅一個人。咁就令到 Bo 係都即係呢個係睇到就係因為媽媽嘅性格嘅關係，或者媽媽對 Bo 嘅過度。控制就養成了 Bo 是一個什麼嘢都害怕的一個群腳仔咁啦，跟住然後亦都 Bo 是對所有事情都會好 anxious 啦，佢好怕死啦，佢亦都總之佢乜都怕啦，但係佢特別怕嘅就係怕死啦，即係其中一個啊！呢、這個村橋，但係我唔講個結尾啦。即係例如，佢媽媽就同佢講，即係點解佢爸爸點樣死嘅咧？佢就話佢爸爸係有一個家族嘅遺傳病，只要射精嘅話咧就會死啦。跟住佢就話佢爸爸就係喺同佢媽媽做愛生煲出嚟。嗰一次嘅時候，嗰唯一一次咧，跟住就死咗啦。咁就令到 Bo 係好害怕嘅。咁佢就係成世人都冇試過射精咁樣樣嘅。咁但係佢媽媽就係一個咁樣樣嘅人，即係就會好盡量用一啲 passive aggressive 嘅方法去令到。想將呢個仔留喺自己身邊，亦都想將呢一個仔嘅想個仔嘅世界都係圍繞住媽媽，因為媽媽嘅世界就係阿仔咁樣樣。即係我唔知道大家即係可能呢個家庭關係係如何啊？咁的而且確。都有很多母親係，即當然我覺得現實中可能未必有咁多咁 extreme case 啦，但係當然呢個係一個戲劇啦，佢就係推到佢極致咁樣樣啦。但係的而且確，即呢個世界上嘅好多母親同子女嘅關係，個母親就會係好 passive aggressive 去令到個子女服從啊，或者令到個子女好依賴自己咁樣樣，咁佢就係推到佢一個極致啦。跟住因為除咗關於佢同佢媽媽之間嘅關係之外咧，佢即係佢翻屋企嘅途中啦，佢都有遇過一啲唔同人，遇過一啲唔同事，中途都有另一個 family。嘅好似外貌貌似好似一個好完美好 nice 嘅一個 family， 佢裡面嘅都係一啲親子關係咁樣啦。跟住亦都佢離開咗呢個 family 之後，去到另一個地方就係、是、一個森林裡面。
跟住裡面又有一個森林，裡面佢哋就會有一啲戲劇表演嘅時候，佢就個人好似吸入咗嗰個戲劇裡面，嗰、那個戲劇都係關於一個父親同埋佢嘅兒子嘅一個，即係尋找一個父親尋找翻佢幾個仔嘅一個故事咁樣樣。咁所以成套戲咧都係圍繞住一個主題，就係、是、一個親子關係嘅一個主題咁樣啦。咁我覺得呢套戲係，其實我覺得係唔只要睇一次，又或者需要係真係慢慢睇完之後係要啲時間去沉澱嘅。即係你就咁罩眼第一次睇嘅時候，順住咁樣睇落去，你就係覺得係一個噩夢咁樣樣啦。咁但係即係你諗翻沉澱落嚟嘅時候，你諗翻轉頭，佢個成個故事就有嗰一個主軸，就係關於呢個親子關係咁啦。咁但係撇除有冇呢個咁嘅意思都好咧，呢套戲嘅 presentation 啦，各樣嘢，佢整體上就係令到你好浸淫到喺嗰一個主角嘅情緒裡面。即雖然我哋係即作為觀眾係一個第三者嘅角度去睇呢個故事，但係係一路睇嘅時候，你係會 feel 到布喺佢呢一個旅程裡面感覺到的一些不安感啊，係咯，同埋有嗰個窒息感喺度咯。咁我覺得係即能夠帶到俾觀眾嗰個主角的一個感受咧，係一個佢呢一方面做得非常之突出啦。咁係非常之出色嘅作品啦。咁其實我係冇睇過呢一位導演嘅其他作品嘅。咁但係即我睇翻啲 review 嘅時候，都見到好多人都好讚賞佢。另外之前嘅戲都係一啲叫比較係我其實真係冇睇過，真係唔知佢哋就話係一啲 horror 嘅電影咁樣樣。咁我都幾有興趣去之後都會去睇下咁樣樣嘅。係啦，咁我話唔講 Bo is Afraid 都講咗咁耐啦，咁我跟住落嚟就再簡單啲咁講埋另外嗰啲落去啦。好啦，繼續。好啦，咁嗰日除咗睇戲之外咧，睇完 Bo is Afraid 咧，我係過咗 M Plus 睇呢個《草間彌生展》嘅。咁就多謝我朋友無啦啦俾咗張飛我，佢又多咗張飛，跟住佢就俾咗張飛我啦，咁樣樣咧。咁我就走咗睇《草間彌生展》啦。其實，即係點解我繼續落去評論嘅戲，我可能我係咪跟住有少少偏見咧？就係因為我覺得我睇嗰套戲嘅時候，我就一路喺度諗，早知我睇個展睇多陣，唔好睇呢套戲啦。即係《草間彌生展》就我冇乜特別嘢想講嘅啫，因為啲嘢都係。很靚啊！即係我，因為我係好中意嗰啲好 repetitive 嗰啲圖案嘅人嚟，咁所以睇《草間彌生展》係佢好多作品都好容易睇到我好入神咁樣。咁跟住佢好多精品咧都好靚啊！咁但係到最後，因為都好貴，到最後我淨係買咗把遮。係啦 ，anyway 咁。同埋 Empress 嗰日真係好多大陸人，我去睇《草間彌生展》咧，都係好多大陸人。即係好似唔知到今個月定下個月啫，所以我覺得咧，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其實可以去睇下，因為比我想象中係多嘢，即係多作品噶。即係作為一個，即係佢唔係一個常設嘅展覽啦，咁佢係好多作品嚇，咁我係覺得。好值得一提嘅，跟住我嗰日，因為其實嗰張飛我 suppose 係可以睇埋嘅其他展館咁啊，即係除咗草間彌生嘅展館之外，咁但係因為我嗰日
就冇乜時間，我連食飯都冇時間。我總之係買咗華語傑，跟住一路行過去 M Plus 嘅時候一路食，咁就唔小心一日裡面塞得太多嘢咁樣。我本來其實諗住睇兩套戲，朝早嘅戲同晏晝嘅戲中間走去揼個骨咁樣，咁但係因為有嗰張草間彌生剪嘅飛，咁我就去咗睇草間彌生啦。咁係非常值得嘅。咁但係咧，我跟住落嚟講嘅戲咧就非常之唔值得嘅，我覺得。咁但係因為我跟住落嚟講嘅兩套戲咧都國立大台佢哋都講過啦，咁所以我都係只係係咁而講下嘅啫。咁我跟住就睇咗《死屍四時四十四》啦，同埋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啦。咁《死屍四時四十四》咧，我就同統係之前嘅一集國立大台講過嘅。咁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咧，就我見琴日太子都應該，我估係太子講噶啦，應該因為國立大台星期三國立大台講戲嘅，通常都係佢。sorry， 因為我真係我未得閒聽翻，所以我唔係好肯定佢講咗啲乜嘢嘢。即係我唔係好肯定，即係我見就咁個題目咧，就係同我嘅諗法一樣嘅，都係覺得非常之好睇，同埋有笑有淚啦。咁我上星期我出 post 嘅時候都有講過啦。咁所以我相信琴日嘅評論佢都係覺得非常好睇嘅。咁但係關於呢個《死屍四時四十四》咧，我首先我都係只能夠講，我果然係同彤彤嗰個睇戲嘅品味係應該係啱啱相反嘅。咁當然冇話邊個啱邊個錯啦，但係只不過真係我應該我同佢喜歡睇嘅戲都係非常相反。不過其實都係嘅，因為佢都有講過噶，佢唔中意，佢淨係中意睇嗰啲現實嗰啲戲，即係佢覺得科幻啊，或嗰啲唔現實嗰啲戲好離地咁，但係我其實係偏向中意睇嗰啲唔現實嘅戲，咁所以咁我覺得都情有可原嘅。我同佢對於啲戲嘅評價咁相反，雖然佢啱啱講命案佢都中意睇。咁我都中意睇，我上星期都講咗，我係非常之欣賞《明案》呢套戲。咁但係就係因為嗱，我啱啱咁舊年嘅所有港產片，我都係冇辦法睇啦。即係舊年嗰啲港產片好多套都話 sell 得好好啦。咁但係因為我入唔到戲院，咁我都冇睇啦。咁到我入得翻戲院睇咗兩套嘅港產片，就係《毒舌大狀》同埋《明案》啦，我都係高度評價噶啦。咁到呢一《死屍四時四十四》嘅時候咧。哇！我睇完初行出嚟，因為我對佢係零期望嘅，我其實 expect 佢係，我本來就 expect 佢唔係太好睇，咁所以其實我初睇完嗰一下覺得好啦，同我想象中唔係爭得好遠啦，都OK 啦，即係唔好睇咯，唔特別好睇咯，但係又。未至於覺得好難睇，但係因為我隨即即刻我出嚟食咗個飯，跟住再去睇下一套戲嘅時候，嗰套戲就實在太好睇啦。咁跟住可能就令到我更加對於嗰個《死屍四時四十四》就更加覺得唔好睇咯，覺得有啲浪費咗我時間同浪費咗我30蚊咁，即係。係啦，咁彤彤嗰一集國立大台就講咗套戲講咩啦，其實好簡單嘅啫，套戲都就係講佢哋喺屋外面無啦啦，即係佢哋一家人見到有條屍體，跟住就驚嗰、那個變咗做空宅，即係佢成層都會貶值，即係會跌啦嗰、那個。價值嗰個樓價，咁跟住佢哋就好擔心，所以就要將條屍搬嚟搬去，想去搬去俾第啲人啊，又或者搬離開，總之就話想搬離開棟大廈咁樣樣啦。咁樣咯，咁個故事好簡單嘅啫。咁
我覺得難睇嗰個位係在於邊度咧？即係套戲真係好黃啊，好黃絲啊！我睇到我好唔舒服咯。佢好多好黃絲嘅字眼啊，好網民咯、啊，好黃絲網民咯、啊，我覺得成套戲就係、是、佢有好多講，例如有啲佢會好中意加插一啲好黃絲嘅字句啦。咁當然我聽到戲院裡面係有好多人係笑得好開心，但係其實講真呢啲咁口號式嘅黃絲，咁口號式嘅呢啲咁嘅對白咧，其實你過多十年八載，大家係唔會記得嗰啲係嗰個就唔會係小位嚟噶嘛，因為嗰啲咁嘅口號 it won't last forever， 即係例如喺度講佢哋將條屍體即係想攞上樓上或者樓下咁樣，跟住佢哋就喺度講齊上齊落嗰啲啊，跟住因為條屍體係男性嚟嘅，跟住又話嗰條係男屍啊，我聽到好尷尬。咁但係呢個都唔係重點啦。咁因為成套戲即係佢嘅主旨就係控訴緊對於社會嘅控訴啦。咁當然個主軸就係控訴緊嗰個樓價啦，或者喺香港究竟買樓有幾難啦，甚至乎係啲樓盤廣告有幾誤導啦，即係主要嗰個控訴都係對於樓呢樣嘢嘅。咁但係佢其實佢亦都有好努力咁樣嘗試塞多啲其他對於社會嘅唔同不滿落去啦，即係例如去到尾嗰度有個位咧，就係佢哋想埋咗條屍咁樣，跟住喺埋條屍之前有冇啲咩想講咧？跟住因為幾個人咧，即係例如鄭中基的角色是一個揸的士的人，跟住就成日被人鬧他是的士狗，跟住他就說啊，啲人啊成日喺度話我是的士狗，的士狗，我哋都是人嚟嘅，blah blah blah 咁樣啦。跟住另外一個角色是空姐嚟噶啦，跟住就話啊，嗰啲連燈仔啊，成日嗌我哋飛雞飛雞啊，你溝過俾我睇啊咁樣。跟住另外例如 Eden 的角色是一個運動員，跟住就話啊、香港人、啊、又說關心什麼運動員、啊、但是你到運動員拿獎的時候你才走來關心，你平時有關心過我們運動員嗎那些 blah blah blah、啊、然後還有中間又硬塞了一些例如陳漢、啊、和他老爸之間的衝突，就是因為看電視在那裡說、即例如之前政府蓋了那些無牌那些、做 band show 的場，跟著就、陳漢娜的老爸就是那些古板，跟住話啱啦，呢啲冇牌嘅就要冚曬佢啦。跟住陳漢娜就喺度話：你知唔知申請個牌有幾難啊？係即係基本上冇可能申請到嘅 ，blah blah blah 咁咯。咁但係即係就好多好多呢啲控訴，但其實個 connection between 呢啲控訴係全部都係好 weak 嘅，甚至乎除咗嗰個樓對於樓價嘅控訴係同個故事係有一個 direct connection 之外，佢亦都加插咗好多呢啲嘢落去，係基本上同個故事係我唔可以覺得，唔可以話有關係咯。即係總之嗰個 connection 就係好 weak 啦。跟住然後再隔多一陣，即係你沉澱多一陣，你諗翻個故事嘅時候，其實我真係成套戲我唔知喺度做乜蠢，因為其實佢個故事純粹就係愛嚟包裝佢想講嘅嗰一堆控訴。他的故事是用來包裝他的對白，即是說他的對白不是愛的 purpose， 不是 serve 那個故事，而是個故事去 serve 他的控訴， which 我覺得對於我來說一個故事的基本，無論個故事裡面的任何主旨都好，故事的基本就是要講好個故事，但是他就不是用個故事去令你感受到那些控訴或者那些投訴，而是夾硬就這樣用對白來講那些投訴，然後用一個故事來夾硬 connect 了它，包好
hea 咁樣包裝咗佢想講嘅嘢。咁對我嚟講，佢係冇辦法fulfill 到一套好嘅電影最基本嘅一件事，就係講好個故事佢。即我唔係話個故事唔完整啊，完整嘅個故事，但係包裝得唔好咯，即好弱啊。咁所以係我真係覺得唔係咁好睇。即好多，即你會覺得你，即例如尤其是你哋係作為熱血時報嘅聽眾嚟講，其實講真嗰啲咁嘅控訴，我哋都講咗好多年啦，同埋對於嗰啲控訴，亦都冇一啲深層次多少少嘅剖析或者任何嘢，佢只係好表面咁不斷控訴，不斷控訴，甚至乎。你話深層少少有冇啲乜嘢講乜嘢政策啊、剩啊嗰啲冇啊，但係即純粹就係你平時網民，你上網睇到網民講嗰啲嘢咯，跟住然後就擺上一個大銀幕嗰度。我覺得咁樣係浪費咗一個電影呢一個載具咯。唔知啊，但係我見其實好多人都話好好睇咁。可能我是少數咯，即係對我嚟講，嗰個故仔實在太 weak 啦。同埋，即大家都係生活喺香港，都係大家都係一齊咁水深火熱嘅。我唔使有套戲去話俾我知香港究竟有幾慘。我知啊，嗰啲嘢，即你唔使講多次，我知啊。即你可以講多次，我知道，但係你個故事要做得好好多咯。點解我會甚至乎有咁深感受呢，就是因為跟住落嚟我睇關於我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啦。咁如果大家有睇 trailer 嘅話咧，又或者我唔知琴日太子我 assume 係太子啦，我唔知佢有冇劇透曬成套戲啦。咁咧基本上就係講緊一個警察就執到個嗰啲利是係。個鬼要找人冥婚的禮事，那就是要娶了一個男鬼，一個男的警察娶了一個男鬼，跟住然後他們往後下來發生的事情啦。那當然就有很多同性戀議題，是有同性戀議題在裡面的。那但他也用一些很政治不正確的語言啦，係咁話死機死機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佢唔係一套歧視同性戀嘅電影嚟嘅，當然，佢有即係佢個故事，佢係即係頭嗰三分一嘅故仔咧，就係好好笑嘅，非常非常好笑，至少好笑過《死屍死屍四十四》多好多啦，亦都從觀眾其他觀眾嗰個院裏面嘅其他觀眾，你聽到笑聲都係密集好多啦，大聲好多啦，開心好多啦。真係好笑嘅，好笑嗰啲位。跟住然後佢係有啲刺激位啦，因為始終佢係即係嗰個主角係個警察嚟噶嘛，咁即係有一啲警匪追逐類似咁樣樣嘅場面咁啦。咁當然亦都有講主角同嗰隻機嘅鬼之間嘅故事啦，又講嗰隻機嘅鬼同自己屋企人之間嘅故事啦。佢係有友情啦，有温情啦，亦都有輕輕有賴過一啲即係對於即係同性戀者喺同屋企人嘅相處，同埋又或者例如因為台灣是可以同性戀結婚，他們對於原來終於可以同性戀結婚的時候，對於未來的寄望這樣。因為其實
我自己咧，我以前係同我以前拍拖拍得最耐，其實係同一個女仔拍拖嘅。咁我係理解，即係嗰個你喺冇辦法，即係當你呢個關係冇辦法喺社會認同，尤其是喺法律上嘅時候，冇得認同，冇呢個認同嘅時候，你會好擔心嗰個未來啊！你會即係我係理解呢啲嘢嘅，咁但係 another story 啦。咁但係即係主要都係好多時候你就係唔知道究竟係咪真係可以一生一世咧？又或者到你需要即係生老病死好多時候，你需要一個legally 你嘅伴侶先可以幫你處理到啲事情啦。咁呢啲係一啲同性戀者會有嘅煩惱啦。咁其實戲裡面唔係話好 deep 咁樣樣去討論呢啲事情嘅，咁但係佢有包到，佢包得好好，佢唔會令到你覺得，即係唔會令到你，即係你唔會覺得好似夾硬塞俾你咁樣樣啊。佢睇到最尾係感動落淚嘅呢套戲，所以佢係真係有笑有淚，佢又好開心。佢其實即係到尾，就算感動落淚都好，佢都仍然係有一啲令你會心微笑嘅一啲位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套戲係一套好好完整嘅一套戲，個故事非常之完整，個 execution 都好好啦。即係有啲位就例如可能即係前面有啲位就。因為它不是一個完全順序的故事的，即是有些 flashback 回，跟住你會之後有少少解翻開之前原來個鬼同埋鬼的爸爸之間有些誤會啊嗰啲咁樣樣，非常之好睇，即係佢係有包到一些意義在裡面的，即係佢唔係。它不是一套很無純粹無聊胡鬧的笑片，即它都有它的意義，但是它即所以我就是有那個 comparison。 跟著我看完這套戲之後，我就更加覺得《死屍死時44》那個包裝實在太 weak 了。又關於我即說真的，一個故事裡面你看一套電影，你首先第一樣最主要的嘢係娛樂觀眾，去到再深層次啲，先至係話有冇帶到一啲 message 俾個觀眾。咁所以一套電影嘅主體係個故事，咁而個 message 究竟有冇 reach 到嘅觀眾係？下一步的問題了。首先你的故事是要吸引到觀眾，令到觀眾浸淫到在那件事裡面，之後你娛樂到觀眾，然後往後下來他的 message 就是一個後話了。即當然好像例如關於我和鬼的那件事，其實他有 message 又好，沒 message 又好，其實是不重要的。因為首先我看了一套戲的時候，我已經覺得很好看先了。他講那些可能一些同性戀者和家人的一些關係的這些東西，就你會不會有那個同感，或者你會不會覺得你 get 到佢嗰個意思？呢個係當然，其實佢都係好簡單嘅啫，即你係會 get 到嘅，即係呢啲係第二步嘅事啦。咁但係佢就係首先第一樣嘢，佢絕對滿足到觀眾、娛樂到觀眾呢一件事。咁我覺得大家因為套戲都只不過上個星期上，咁應該而家場次都仲係好多嘅，咁。我覺得是非常值得入場看的。咁當然，但係其實台灣的 CG 都是有少少差，因為呢套佢
佢有啲地方係一啲即係警匪追逐啊嗰啲咁嘅部分啦。其實如果你哋上網睇過 trailer， 因為我而家我呢個片會上 YouTube， 我唔可以擺個 trailer 落去啦。咁如果你哋去睇 trailer 嘅時候咧，其實你都會留意到，因為佢個 trailer 裡面都有嗰啲部分嘅嗰一個車嗰個追逐嗰啲畫面咁睇到，你就會睇到嗰啲 CG 實在有啲差，但係佢個 CG 差嘅都冇命案裡面嗰只 CG 貓咁差嘅。但係係咯，我唯一可以挑剔佢嘅嘢就係佢個 CG 差啫。其實講真的，我就冇其他嘅嘢，因為其實即係大家嘅演得又非常之好啦，又睇得又舒服啦，靚仔靚女啦，故事好睇啦，好笑啦，感人啦，咁所以，但我唔劇透落去啦。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嘅話，咁當然就算你哋今次如果 miss 咗喺戲院睇唔到嘅話，我覺得之後如果喺呢啲串流平台有得睇嘅話，我都係絕對覺得係值得一看嘅電影嚟嘅，因為係至少會帶俾你兩個鐘頭嘅快樂先，呢個係重點，我覺得任何娛樂嘅重點係帶到快樂或者帶到一個 enjoyment 俾大家，係啦，咁就係、是。咁樣啦，咁係啦，咁我冇乜要再講深入啲嘅嘢啦。即係我諗，即係關於呢兩套戲，如果例如內容上面嘅嘢，可能你哋睇翻，如果你哋未冇睇套戲，你哋聽翻佢哋國立大台應該會講 detail 啲嗰啲劇情。咁我就唔喺度再重複咁多啦。就是這樣啦，咁我真的非常喜歡睇戲，所以那個全港戲院一，雖然跟住好多人喺網上面喺度鬧，即係貪小便宜，好啦，我係貪小便宜，因為咁真係好抵啊嘛，一日裡面可以睇咁多套戲，即係我睇到三套戲，係等於平時一套戲嘅價錢咋，跟住就好開心啦。咁但係我 Bow is afraid， 我覺得係佢係應該 separate， 我應該分另一日或者擺喺最拉尾嗰套戲睇，因為佢需要沉澱嗰個時間係耐少少。嗰個睇完 Bow is afraid 唔係即刻可以掹翻自己個人出嚟，應該係咁講咯。咁所以係啦，咁但係一日裡面睇好多套戲嘅話咧，我覺得係應該睇啲冇咁使用腦嗰啲戲，即係開心啲啊，或者唔使用腦，或者可能系列啲嘅電影，即係例如以前會有時喺屋企由朝睇到晚睇戲咁樣樣，跟住你都會睇一啲冇咁使用腦或者係一系列嗰啲電影咁樣樣，咁就係啦，個腦就冇咁攰咁樣樣，就係咁樣樣啦。啊，咁我今日。Actually 我都唔知道商劫會唔會播埋我條工作片，因為我都講嘢都差唔多講咗成個鐘啦。咁我睇下佢播唔播條工作片咧。如果唔播條工作片，就下個星期先播啦。咁就 anyway， 咁今日嘅節目就講到嚟呢度先啦。再次多謝請我睇戲嘅課金，係我要點都要扮下少少勞力嗰個課金戰咧。我點都要留翻喺第十裡面啦。所以如果大家喜歡我做節目的話，就支持一下我加人工 ，well 支持一下我留在今次課金戰個榜的十名之內啦。多謝大家，好多謝收聽。咁跟住落去就係唔知道我的工作片力相結的片啦。好，拜拜。這真是一個好晚上。我先扭紧了雨的水龙头，滴滴云马，亦要好好的接叠接叠，收进抽屉里去。顺道也把草原取出，平铺于地边。让我躺进来里，还要按下清风的开关咧，好
砌我的心，我的心，去除那口甜甜的肌肉味，差不多了，再把星光稍稍的调暗淡。叫来了一杯饭，让点滴的清晨渗进心坎，真挚的差点已忘了，把月亮调节最圆最亮的度数，啊，十三、十四、十五。这真是一个好晚上，我与灵魂结伴共赏，月亮仿佛传来渺渺歌声。到了公司周年圣诞聚会，说好的恋人根本得我妹，计留了公司周年圣诞聚会，个个带女出嚟，而我只有大空气。Oh Merry Merry Christmas， 听讲有得做。你要陪我公司派对，有奖抽，有 band show。Oh Merry Merry Christmas， 做埋三十一号，我仲有成兜独卵 friend， 你会有前途。梦幻似的公司周年圣诞聚会，我身边 partner cosplay 紧我妹。仲有冇坑单？不如再约聚会。我已找到恋人，从此不怕社交去。Oh Merry Merry Christmas， 听讲有得做，你要陪我公司派对，有奖抽，有 band show。Oh Merry Merry Christmas， 做埋三十一号，我仲有成兜独卵 friend， 你会有前途。结婚了，同宋仲基结婚了，不得了。但其实我并认为有乜咁紧要，而宋慧乔听讲每一次也会有办法将剧里男主角食了，这种方法演技很有必要。泡菜极富权，靓仔等比女购等到好处，我发誓冇整过容，个比竟得过岁月考验，未怕面对广告镜头穿崩点算，成为太阳嘅后裔，走过蓝色生死恋创举，由四比三副餐课开始流过几多眼泪，要共你培养后裔，即使过往浪漫满屋多登对，我要 all in 嫁你，买街喝井水。同宋仲基结婚了，不得了。但其实我并认为有乜咁紧要。
成为太阳的后裔，走过蓝色生死恋创举，由四比三负产妇开始流过几多眼泪，要共你培养后裔，即使过往浪漫满屋多登低，我要 all in 嫁你埋街喝井水。不知国民老公埋街喝井水，但结局却上了最艰辛的一课，迷信心中有团，注定无法吹熄的火，千夫指马叫我要反省知错，时间在每秒每分过，热血被困在冷冷的空间遭折磨，若此生中有缘，再度燃起当前烽火，此际屈辱百倍奉还未过，黎明前不容易，往昔印象或已改变，长篇泪水跟失败，而面前的人很强大，人从来诸多难事，最终结局也可知，承诺尽一己本分，守住战线等那一战，日出光线。时间在每秒每分过，每日困在压迫车厢都不好过，常有这种资格唱着愁怀丧志的歌，那倒不如重建更强自我，黎明前终不容易，擦身过梦魇已很远，回看付出可不借，而面临断崖多么无力，人从来诸多难事，最终结局也可知，承诺尽一己本分，守住战线等那一天重新发展。最终结局由我挑选，人世内必经考验，黑夜过去总有
清晰，或者可以，至少可以共你一起看见终点。2017的十月十二号，漫天霜雪，但触摸不到，刺骨的寒冷。城市灯光璀璨，没有特别意义的某清早。2017的十月十二号，人潮中捆绑，气温偏急降，未意识求救，便已没有知觉。明明靠近了，都整不到心跳。其实脉搏里剩余热血多少，沉默之中一点点死去，接受另一种生趣，继续去面对，继续去面对。明明靠近了，都听不到心切。其实脉搏里剩余热血多少，沉默之中一点点死去，接受另一种心趣，继续去面对，继续去面对，继续去面对。尽见责任，邪恶太熟悉，如何利用善良的人？泪水与血汗如同街灯，日夜筋疲力尽，谁会感恩？廉价地一句句加油，谋杀了失手的一切藉口。这世界一早糟透，难凭你过错再添伤口，谁会忍心跟你再说加油？纯粹是剥削别人努力的借口。失败乃是十常八九，不要绝望在成功之前，学会温柔一点对待自己一次，学会温柔一点都可以。
life, choose the future, choose a car, choose career. What the hell's a city place? You can't afford the mortgage either. Choose life, choose the future, choose my job, 0 hour. No one cares about my children. The kids, no drugs, no pain to smother. What's in the way at the end of it all? There are no reasons why would I need one at all. I'm used to be sluts, shame and revenge porn. Oh yeah, this shit is strong. Choose not to choose and choose to be addicted. Choose the ones you love, choose ever little something else. I choose not to choose and choose to be addicted. 20 years something inspired me nothing but this song. What's in the way at the end of it all? There are no reasons why we're not even at all. I miss TV, sluts, shame and revenge porn. Oh yeah, this shit is strong. 1, 2, 3, come on! I choose not to choose, I choose to be addicted. Choose the ones you love, choose ever little something else. I choose not to choose, I choose to be addicted. 20 years something is by me nothing but this song. I choose not to choose, I choose to be addicted. Choose the ones you love, choose ever little something else. I choose not to choose, I choose to be addicted. 20 years something is by me nothing but this song. It's by me nothing but this song. It's by me nothing but this song.就是你面容，冷冷的北风吹醒我梦魂中，孤单的我总好失控。暖暖的春风，天空中吹送，似光线照射，就是你笑容。耀眼的天空，消失了激黄空。音音我倍感心痛。 You are my sunshine， 只想见一面，云雾渐散，天色也会好转。如何让你知，少一秒都很挂念。你就似阳光温暖。 You are my sunshine， 只等你出现，滂沱大雨亦会突然终止。如何让你知，心中到底多挂念。你就似阳光温暖。Sunshine， 只想见一面，
云雾渐散，天色也会好转。如何让你知，少一秒都很挂念。你就似阳光温暖 ，You are my sunshine， 只等你出现。滂沱大雨亦会突然终止，如何让你知？心中到底多挂念，你就似阳光温暖，唯一的阳光温暖。茶餐厅竟已好贵，快鸡扒熟到似接龟，连捞汤丁都不分，仲赖地铺租点贵。快西多母牛油失礼，要求猪嘢，仲要我成百蚊上落，求其吃，主食唔理我身仔。来了都竟已好曳，快鸡扒煎。过冇计，唔想鸳鸯失手，无奈地铺租见贵，靠节省嘅食材，香港奶茶不再，仲要我成百蚊上落，求其吃，主食唔理我身仔，沦为了。劣食茶记竟已荒废。楼梯转角位，匿喺后巷。底惨过陨石坑，竞争闭翳，唯一的生趣我有乜计？后楼砌转角位，两件红烟扮埋伏我正契弟，千五蚊口烟好贵，如果戒烟，唯一原因叫经济。喺香港烟民都变烂民，食口烟这不算很放任。进入了黄街，态度唔同晒，成为了唔见得光嘅犯人。喺香港烟民惨过烂民，放弃金家烟水先过分。告别了黄街，个世界冇唔同晒，又弃垃圾塞满通街，见怪不怪。进入了黄街，创作力澎湃，扯翻飞烟替我开戒，瞬间搞掂晒。世界选举也一样，负面新闻全面进场，无视数据尽情标题党，正事无人想讲。去美国同茶餐厅也一样，大众分析无惧正常，明明戏舞票学人懒紧张，永远绝缘真相。对选举感到呕心，在选举搞到失禁，有生之年便有一年好似今年，对
选举可以死心，在选举一片黑暗，有生之年便有一年选到冬天，在选举竟已死心，剩低路痴会兴奋，有生之年便有一年选到春天，再听到选举也讨厌，再被我听到选举会痴线。心碎，也想我等姓名来成就主子新产地，贱民三世都贱民，即管了我，我当你地又唱歌，今天我经济及商务发展局底下嘅贱民在玩嘢，由此夹湿捻到碌嘢，好捻贵陪翻晒我啲姐，多捻谢你乜柒发展局，嗰捻个苏金良玩嘢，水浸香港变深圳，冇树林搏死我算好嘢，信你无数次拉嘢，谣言开心 share， 信你无数次拉嘢，谣言开心 share。恭喜喜贺啊喜，千个春系女人翻去，恭喜你快啲碰红佢。我冇讲过要碰佢，你冇谂过要碰佢。心剑情长，你喜欢同女人去上床，是侮辱你的智慧，我戆居。哪个女人我老婆，打工仔来着，打工仔你洗咁好，我对哪个好，你对哪个好，你对小芬好，成街都看死你呀、啊、你呀、啊、你为他开戏，我对他好戏，以前戏以前我都费事吵，春系女人翻去，恭喜你快啲碰红佢。我冇讲过要碰佢，你冇谂过要碰佢，咁签佢翻去把捻。啊，边次痴心剑情长，你中意同女人去上床，系侮辱你嘅智慧，我戆居。边个女人我老婆，打工仔嚟做，打工仔你洗咁好，我对边个好，你对边个好。你的笑分好，成街都看死你呀、啊、你呀、啊、你为他开戏，我对他好戏，以前戏以前我都费事吵。
入深秋天迷茫，露天的作弄，茅屋被秋风所破，雨洒于半空，床头屋漏迎风雨，冷冷寒流夜冷雨，共你再多旧被窝继续相处。北风吹熄冰封，无法落泪，这个气温哪准许心碎，你我都不太懂如何找得到安居，只可继续失宿漆黑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去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何时眼前得日见此屋，路独破受冻死亦终。北风吹熄冰封，无法落泪，这个气温哪准许心碎，你我都不太懂如何找得到安居，只可继续失宿漆黑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去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何时眼前得日见此屋，路独破受冻死亦终，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去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何时眼前得日见此屋，路独破受冻死亦终，路独破受冻死亦终，能赠你热暖心亦中，路独破受冻死亦中，能赠你热暖心亦中。却相依。
含笑，这最恨。捉着芒鞋轻声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走死，微冷山头斜照却相映，回首向来消失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吹雪窗，滔滔江水编织漂亮。天公巧思设计，重新出发欣赏。浮云向来无心出走，泉水只顺势漂流。为何你仍然想追逐自由？逃离世俗的秘密，为何要刻意追求？若是已在心中漫游，身于世界之中，看透世界皆有定时，何须刻意操纵？学习顺应天命流动，超脱尘世种种，坐看云起于南山之中，高山不会勉强，滔滔江水攀登向上。天空不会控制，雷声它要多响。浮云向来无心出走，泉水只顺势漂流。为何你仍然想追逐自由？逃离世俗的秘密，为何要刻意追求？若是已在心中漫游，哦，万物亦有规律流动，藏身于世态之中，看透世态皆有定时，何须刻意操纵？习顺应天命流动，超脱尘世种种，坐看云起于南山之中。
正美艳，为何要待他枯萎看旧照片？街角那传统小食店，为何结业才争相怀念？街灯天天照地面，为何要待他熄灭才怀缅？可否跟我一起去享受最新鲜的每一天？莫到失去了才珍惜，失去了便无法珍惜。捉紧每一秒，别打算回头追忆。别再相信一切有下次，别要等到悔恨那阵时。学会把握以后每次，花开堪折直须折。错过便失去，不可从头开始。别再相信一切有下次，别要等到无法控制止。放下那金留言，为了最爱冲刺，珍惜那少年时，坦率去为理想一试。初相识已觉面善，随时要与他分享每日庆典。佳节里重温那遇见，唯无告别才不需留念。街灯天天照地面，为何要代价生命求情意？很想跟你一起去享受最新鲜的每一天。莫到失去了才珍惜，失去了便无法珍惜。捉紧每一秒，别打算回头追忆。别再相信一切有下次，别要等到悔恨那阵时。学会把握以后每次，花开堪折直须折。错过便失去，不可从头开始。别再相信一切有下次，别要等到无法控制止。放下那金留言，为了最爱冲刺，珍惜那少年时，坦率去为理想一试。放下手中的往事，抬头看看眼前。别再相信一切有下次，别要等到悔恨那阵时。会把握以后每次，花开堪折直须折。错过便失去，不可从头开始。别再相信一切有下次，不需要等下次，别要等到无法控制止。别悔恨那阵时，放下那金留意，为了最爱冲刺，珍惜那少年时，坦率去为理想一试。
日夜细读每一句，语不惊人世不休。上天下地攀山涉水，为了强说忧愁。然而现在望见红叶落下，会讲好嘢，终于入秋啦，好热啊！张开手享受清风扑面，春来花了莫忧愁。吃过太多的苦头，使乜再讲咁多，不如偷偷偷偷。经典切记太多的讲究，随心里意思走，放下忧愁，带着美酒与知音共畅游。经典是但讲讲都有，唔使再夹硬扭，功多艺熟就靠你双手，写多几次就有。写作嚟讲其实唔难，首先你要有少少得闲，多读经典参考先言，睇下人写法，然后自己不断落手写一千次、一万次、一亿次都要继续呕，写到落笔好似呼吸咁自由。由而家开始努力奋斗，加油啊！吃过太多的苦头，使乜再讲咁多？不如偷偷偷偷。随心里意思走，放下忧愁，带着美酒与知音共畅游。经典是但讲讲都有，唔使再夹硬扭，功多艺熟就靠你双手，写多几次就有，功多艺熟就靠一双手，写多几次就有。当天的我日夜梦想，可跟天比高，从来无惧闯险路，我永不却步。今天的我凭栏回望，怎么竟畏高？家中炊烟的味道，这刻已不知道。暮雨洗清愁，一切也从头，为何勉强在这里浮游？花终须会落下，叶终将会归家，可否给我踏上名叫归家的轻舟？奄奄青葱总会有凋谢枯萎的时候，滔滔江水不会悼念，默默向天滞留。小小身躯为何妄想把一切也承受？匆匆一生转眼便到尽头，牵着你手已经足够。暮雨洗清愁，一切也从头，为何勉强在这里浮游？花终须会落下，叶终将会归家，可否给我踏上
名叫归家的轻舟，奄奄青葱总会有凋谢枯萎的时候，滔滔江水不会悼念，默默向天滞留。小小身躯为何妄想把一切也承受，匆匆一生转眼便到尽头。奄奄青葱总会有凋谢枯萎的时候，滔滔江水不会悼念，默默向天滞留。小小身躯为何妄想把一切也承受，匆匆一生转眼便到尽头，牵着你手已经足够，难外远眺这首轻舟。这年影闭月眼沉怨，未有曲调情意显现，大珠小珠落玉壶，说尽心中无限事，问不应心穿足不怨，此诉说平生不得志。Oh yeah， 死去有意义，你我泪也在框中打转，难忘小节偶然，凝望你光心中那个秋雨。
义本色之中横行，身土不义坚守我家，身当恩遇不假别人，为辱我之地战斗亦无行，义是阵前半死生，勇战被陷牢狱困，将军阵内争抢血印，心伤恨更深，仍然坚守界限为任，生死一刹岂可故功分，亲手护卫不假别人，为辱我之地战斗亦无憾，已是阵前半死生，勇战被陷牢狱困，将军阵内争抢血印，心伤恨更深，仍然坚守界限为任，生死一刹岂可故功分，亲手护卫不假别人，为辱我之地战斗亦无憾，为辱我之地牺牲亦无憾。却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如同昨日你要道别远走，剩低顾盼身影，还寒乍暖独自远眺雨景，看不见旧相识，剩下满地黄花堆积，来来去去又悄悄放过手，始终不敢开口，回头却继续默默地去守，一守已三秋，罗上落下独自加上轻舟，看飞雁回头，看到黄花都消瘦，欲怎即说渐厚，积了多少恨愁，是否一种相思你从来未带走，难道你已经再不愿厮守，为你我无法伤尽悲秋，无奈我已经放不下眉头，遗下我看自己消瘦，怎即说渐厚，积了多少恨愁，
是否一种相思你从来未带走，难道你已经再不愿厮守，为你我无法伤尽悲秋，无奈我已经伏不下眉头，遗下我看自己消瘦、哦哦哦哦、难道你已经再不愿厮守、哦哦哦、为你无法伤尽悲秋，无奈我已经放不下眉头，遗下我看自己消瘦，遗下我看自己消瘦。功成不退皆陨身，为最伟大最终牺牲，得不到便愤怒，找不到更抑郁，莫错失不能回头的光阴，奉劝这言达人，功成且退不要等，莫再争取更多功分，放下妄想归隐山林，悠然看苍生，无谓叹息回顾寻觅永恒，如果秋风忆起江东行，便即管孤身远去，独着于花间，别再被命围困，无需勉强的争取，为你明星一生，别贪恋新的脚印，何不举杯敬自己一生。这言达人，功成且退不要等，莫再争取更多功分，放下妄想归隐山林，悠然看苍生，无谓叹息回顾寻觅永恒，如果秋风忆起江东行，便即管孤身远去，独着于花间，别再被命围困，无需勉强的争取，为你明星一生，别贪恋新的脚印，何不举杯敬自己一生。秋风忆起江东行，便即管孤身远去，独着于花间，别再被命所困，无需勉强的争取，为你明星一生，别贪恋新的脚印，何不举杯敬自己一生，莫为千载的名分，来举杯敬自己一生。
天啊，离别亦难。就算东风不够凄厉，白发终归消散，不再勉强，如花争返，多一寸相思，亦只多添一寸悔恨。如昨夜的星辰，一醒过后向无助，曾盼爱的恋人，已隔高山千万重。就算无双飞翼，也要翱翔。该走的，无谓在心痛，难聚成灰之后，泪就要干。把相思随风轻轻寄送、啊啊嗯、感觉零晒着一点痛，曾盼待的恋人，到最后已失踪。就算无双飞翼，也要翱翔。该走的，无谓再心痛。再说百遍也不够，江边告别轻轻挥手，后会期还有没有，身影已在清空尽头，思念仍随着天际流。 Goodbye my dear，我哼过多少的故事，有你沿途的扶持。 Goodbye my dear， 来日再次交换心意。江边告别轻轻挥手，后会期还有没有，身影已在清空尽头，思念仍随着天际流。 Goodbye my dear， 伴我哼
讲过多少的故事，有你沿途的扶持。Goodbye, my dear， 来日再次交换心意。不需带泪告别，他照定会相见。就让我们期待某天重温这旧照片。Goodbye, my dear， 伴我哼过多少的故事，有你沿途的扶持。Goodbye, my dear， 来日再次交换心。渐军上房，不管给窥看，含羞不当。仙鹤不作响，花间香飞破，人怕进梦迷航。拾起寸针，默默继续望，逢喜不安。愿是手中鸳鸯成双，偏偏一对舞于身上。读错枕边多少遐想，一针一线绣花反常。仙鹤不作响，花间香飞扑，人怕进梦迷航。拾起寸针，默默继续望，逢喜不安。愿自手中鸳鸯成双，偏偏一对舞于身上。读错枕边多少遐想，一针一线绣花反常。太灿烂，梦如真似幻，梦蝶散凝住了惊叹。啊，万劫千度一句话。啊，逐不紧一片浮华。啊，欲配金锁本笑话。啊，愿君偏爱芙蓉花。八股文章，性格乖张，行径异常。贫穷的我，见尽世态炎凉，不通世无路到下场。既然各位怨妇的家长，莫孝子而形状，富贵应知傲意，最害怕被世人诽谤。
惨得过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无故寻仇觅恨，有时只所欲狂，天下无能第一，辜负美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臭屁郎中一介草莽。方唱吧我登场，反映他乡是故乡，都云作者前谁了解当中意思，满纸荒唐言里满辛酸史，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放弃眼前更苦恼，大半生徒劳，无谓有处有还无，从前将相放从前一堆草，乱哄哄静叹他人命不长，哪知到头来我却撞了嫁衣裳，假如串言讲尽真是隐去真相，写尽好了歌儿轻轻唱，人都要神仙好，唯有放弃眼前更苦恼，大半生徒劳，无谓有处有还无，从前将相放从前一堆草，世人都要神仙好，还是爱富贵荣华到终老，环境中迷途，无谓有处有还无，假作真是真糊涂，好便是了，若不了便不好，半首好了歌，尽把轻衰数，世人口讲神仙好，期望似我富贵荣华我会有分数，环境中迷途，无谓有处有还无，假作真是真糊涂，假作真是真真糊涂，只他无缘辜负红
春色，人老青灯孤殿，依旧风尘安葬，无下白玉污染。欲见何曾见，云空未必红，可怜金玉质，终陷琉璃中。欲见何曾见，云空未必红，可怜金玉质，为世难用。结不出相蕊，怎算真和合登对？回味你花气袭人，让我知就恋心贴心，又似雀声穿过树林，换我悲喜，或情或音，谁知公子今生无缘分。有幸享此福荫，另有其人。温柔和顺，我家宝贝娇俏优美，此季遇难，谁也欢喜。幽灵中圆梦，堪羡戏子。有福枉费舌劝考取功名，无奈注定屡劝不听。谁待我灯花并头，共你呼唱呼吹，结不出相蕊，怎算真和合登对？回味你花气袭人，让我知就恋心贴心，又似雀声穿过树林，换我悲喜，或情或音，谁知公子今生无缘分。
哼响似福音，另有其人。温柔和顺，我家宝贝娇俏优美，似桂于兰，来自你的花气。我终不忘世爱那寂寞林，亲枕琴木石千梦，渐冻半夜冷冷香枕，说好不离不弃，承诺莫失望忘记，到最后一片白茫茫大雪纷飞。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使齐眉举案到底已难避，埋在雪地里甘蔗没有可风凭借，无望送你上青云，独处空房终此一生。水彩可叹，仲有甜记得，如今方知对着蝴蝶扑空相思，若带林中挂可笑金锁讽刺。但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使齐眉举案到底已难避，埋在雪地里甘蔗没有可方凭借力，无望送你上青云，独处空房终此一生。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使齐眉举案到底已难离，埋在雪地里甘蔗没有可风凭借力，无望送你上青云，不料众生会否甘心。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美中不足今方信。从谁知娇养，幸生来英雄阔大宽宏量，强暴中父母叹相望，
中居那倚罗床，谁知娇养幸生来，英雄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认心上。好一次祭月光，风要玉堂接回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年时坎坷形状。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为，剪眼雕斜晖，上江水势坐云飞。相望众居那倚罗从，谁知娇养幸生来，英雄阔大宽宏量，终究是云山高堂，水阔双江，这是尘寰中笑掌数应当，何必枉悲伤。好一次祭月光，风要玉堂是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年时坎坷形状。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为，剪眼雕斜晖，上江水势坐云飞。落中碑，分惨惨似灯将停，一场欢喜一场悲，叹人世终难定。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轻轻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人灵终有个家，望人生各奔前程。枉费了月月圆半世愁，好一次当悠悠三更醒。惨惨似灯将停，过后一场欢喜一场悲，叹人世终难定。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轻轻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命中有个家，望人生各奔前程。枉费了意愿缘半世生，好一次当悠悠三更醒。似灯将停，过后一场欢喜一场悲，叹人生终难定。
花飞飞满天，红绡香断有睡莲，手把花锄出秀莲，引踏落花沾污染，一年360天，艳哭风都跟相见，明媚鲜花总有事，一朝漂泊难复见，一局满泽葬花人，花开已见落难寻，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葬花人笑痴，他年中浓知是谁，是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尽时，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葬花人笑痴，他年中浓知是谁，是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尽时，一朝春尽红颜老，望两不知，花落人望两不知，
像侣公子情深，黄土笼中女儿命薄，指责如冲，默默素凭冷月，雨淋泪血，斑斑洒向西风，茂盛盖花园，盛热如冰雪。芙蓉花前，我本无缘，际遇难逢，彩云已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愁扰多因毁傍身。多情公子空牵念，多情公子空牵念，红绡帐里。笼中女儿命薄，指责如冲，默默素凭冷月，雨淋泪血，斑斑洒向西风，茂盛盖花园，盛洁如冰雪，芙蓉花前，我本无缘。际遇难逢，彩云已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愁扰多因毁傍身，多情公子空。不管去到荒野山。
在缘分，奔走远方只想过新生，让我果敢去出走，龙座座不需要去坚守，不管要去到荒野山丘，让我不顾一切的出走，左困或难难要怎么估计，交出所有勇气去面对，面对以后一切，让我果敢去捉走，龙座就不需要去坚守，不管要去到荒野山丘，让我不顾一切的出走，出走，让我不顾一切的出走，出走。
这一期。爱我高歌舞动在露台内，与我畅饮佳酿在巨池内，若令我哀伤愤怒受尽伤害，炮狼和蛇蝎转在等待，迷上我吧，你知撇下，难免细思尽情狂欢吧。迷上我吧，要听我的说话，阻碍我的全都去死吧。仙女下凡，请你别惊讶。一世纪，江山美人全属你。今天降临，伟大目的不放弃，坏事做尽别怪我卑鄙。来氹我，加出双脚实在无碍，保护我，献出心脏仍无不该。来抗我，只好将你困在回到父母怀内，就算精彩。迷上我吧，你知别下，懒你世事尽情狂欢吧。迷上我吧，要听我的说话，请你别惊讶。
冲冠一路为红颜，还是时代的壁霸，一曲哀言又可向谁谈？我只想轻轻唱歌，see me, don't you know me, I don't belong.
丽质天生，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回眸一笑，千娇百媚，粉黛花蕊无眼色，云鬓花颜，因泽身成娇侍夜，芙蓉帐暖到春思，离宫高处，仙乐飘飘，愿君相伴不早迟。无奈烽烟东来，霓裳羽衣不可再，辗转漂泊马怀岸，晚风萧瑟，马前诀别，目睹花田山海，与君恩爱绝，梨花总成娇侍夜，芙蓉帐暖到春思，离宫高处，仙乐飘飘，愿君相伴不早迟。无奈烽烟东来，来常羽衣不可再，辗转漂泊马怀岸。节目记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收睇最强频道，订阅热血时报。